好，这个今天日本大明再次直播一样 ，Bomberman 哈，这个不知道今天小 B 上，我看他刚刚上线有《萨达传说》，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入手 Bomberman， 如果有的话，哦，就可以来对战一下哈。哦，今天天气非常的冷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千万不要感冒着凉了。看一下，开台有没有出现？信号是打上去的，不知道有没有。哦，应该是有，没有闪。好，我们派对里面有我们的库里神，因为他现在还是一样在玩人王当中。哎，今天实况，还是来过一下剧情任务哈，那晚一点。我们的哦，救上哦，跟我讲，公帮我，这他妈得个啥？我去开一个东西，叫做谷歌小姐。谷歌小姐，妈的，亚斯德玛斯，晚安喽，救上。就长阿力的 Switch 到了没 ？Switch 阿哥没有到，我一些朋友就全部都已经到货了。如果你还没有到货，那就是非常的悲惨了，是不是？哎，好，红酒长晚安 ，Des。OK， 今天 Bomberman Des。阿乔葫芦说：“老任的主机包不错啊。”哦，所以你已经买了是不是？不错哦，终于入手了，恭喜你了。老任主机真的不错啊，像我上次那个。不过这个主机包，哎，可是我去看啊，我今天他有再去店家看，他有卖那个比较小一点，然后厚一点的那个主机包，哎，就是你要把它两个摇杆拆开来，然后主机分开来放的。还有立架功能，我，哦，还有立架功能哦。嗯，没办法，我是买已经买了这个 Holy 的，我想算了，没关系。嗯，国界比旅立架没有就 OK 了。开了摸。立架就是直接另外买，哎。就场上是有介绍的哦，这个立架也很好用的。不过你既然已经有立架，就不需要了。这个我在家里我都会用开这个立架来打，这，就是掌机模式，不错。嗯，所以大家也可以购入一下。好，国界比旅说画面没跳出来，画面没跳出来，你再比肉一下哦。说开了，开了，开了。So that's 好，这个今天是 Bomberman 哦，还是玩一下我们。Happy，新关卡不要过了，我就不知道了。好，先玩好了。好，库里长讲几句话吧，你在吗？在啊。哦，在哦。库里长的声音会不会很小声？嗯，应该还好哦。大家看一下。国界比旅说：“今天阿奇早要一起玩吗？”我不知道哎，我问问看他要不要玩哦。我还没有问他呢，搞不好他在忙，我也没办法哦。稍等我一下，好吗？国界比旅说：“你不是应该开台前先问问吗？”好，我是刚刚突然才问。国界比旅好像可以哦。说，不然他在忙就没时间玩啦。小猫的。那不负责有货吗？阿奇负责没有货了。哪里有货？破你的头！嗯，看一下哦。双人模式应该另外一只摇杆可以呼叫才可以呼叫。哎，故事模式。噔噔噔噔噔。哦，来按个扫，这个给你。但是你要看这个画面哦。那么小。对呀，你只能看这个画面而已。因为我现在这边是接库尼的派对，会没有声音。
所以可能很硬一点。没有吗？好啦，这一台给你的。超烦。边玩炸弹超人吗？那我就看看这个画面就好了。这个点，哎、欸，这个这个线不长啊。Steel Spike、欸。说。Hey there, buddy. How are you looking at the switch? 好。Go Moto。你们这样。说。公主安安。公主安安，有人跟你公主安安的。安。要不要拿一个小椅子来做好了？你这样拿椅子可以给我坐。有啊，有小椅子。那我只好用这个会 delay 的画面玩了，真痛苦。对啊。会 delay。对啊。delay 怎么打啊？不会啊，你没有 delay， 你 party 我就好了。我打得那么烂，所以你 OK 了。OK。Hello, Steel Spike. Hey, Leon, buddy, how are you playing this stretch? Yeah, I'm playing the Nintendo Switch in this game.Platform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I'm playing the Bomberman R, Super Bomberman R. Okay. 故事模式，这样可以吗？哦，刚好刚好有椅子可以坐。好，那我要在实况里面多加一个人，叫做伤心公主。拙见比吕说，跟公主讲句话，伤心公主表示我很烂，内心表示我要表虐阿奇。表什么阿奇呀？说各位大游民晚上好，伤心公主晚上好，伤心公主晚上好，大家都在这里晚上好了。大家好，大家好，他要说大家好了。那是千拜托万拜托才有可能有机会让他来跟我直播，你知道吗？我在看美剧。看什么美剧？晚一点再看。日本大游民很重要的。说 KPI 安。我们的库尼桑也在派对里头，库尼桑没有听到 BB 的声音吗？拙见比吕有说，公主今天难得不用赶稿了。公主难得今天不用赶稿了，真的很说麻烦公主哪有念念阿奇？那是赶完稿今天先偷懒好不好？麻烦公主好好念阿克。念阿克，为什么念阿克？因为我打得蛮烂的。没有啦，我们故事模式可以协力，可以协力的，协力我们两个人。我打得超烂啊！我也是超烂，不用担心。我昨天已经打到第二关了，你可能独自打到第二关，真是太神了。我怎么只有两关？对啊，那给你一点声音好了，给你点声音好了。Lush and rich natural resources. And 说伤心公主看美剧是使用公主开完抖内抖个内，谢谢红酒，伤心五块。你这样子抖出来，他看到了，我是不是就要给他钱了？太糟糕了，我马上就要付150出去。感谢感谢我们的红酒。说那没关系，能虐阿奇就好。那没关系，能虐阿奇就好。我说这个 Google 翻译出来了，阿克他会念阿奇。阿奇，我给你一点小声音，会听到 Google 声音。What's wrong? Nothing. Never mind. Anyway, all of you stick close to me. 现在 Bomberman 现在风格是这样。So make sure you don't get separated. 然后他本来日文版，因为我调中文字幕就变英文发音。Yellow is in here. 好不习惯，好不习惯哦。我也很不习惯。所以你们到底要看中文、看日文字幕、日文发音，还是中文字幕、英文发音？是没办法，看得懂比较重要。Wait, Mr. Butterfly, wait!森林公主，你以前有玩过多少代的邦本面？我不知道。看一下，你可以选左右看你要哪一宝，粉红宝、黑宝什么都可以。我是二吗？对，你是二 P。国界比吕说，你要绿宝，反正我每次都用绿宝。你会翻译啊？好，绿宝给你了。我不要，我要黑的。你要黑宝？那我就白宝。黑白两宝一起大耍宝。你刚刚还跟我抢是绿色。没有嘛，你要绿宝给你绿宝啊。那我就白宝好了，我习惯就是用白宝。可是看起来比较熟辣，这个比较像我，蓝宝比较像我。说，就是看日文字幕，你翻译的绿的。就是看日文字幕，我帮你，我疯了我。看日文，看中文字幕就好了。直播实在打得很累。OK， 协力过关，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看它上面会写中文。协力过关还是会炸到鼻子。会，还是会。伤心公主莱尼亚克赞助杯杯饮料，感谢我们的郭建赏又有两块，
老婆你来直播以后立刻就有抖内，太可怕了。有可能，我可能英文语音就可以开始玩了。你是绿宝，小心一点。好，放炸弹一样，是按 A，小心，你不要炸到我，老婆。是蓝的吗？你是绿的，对，你是绿的，看清楚。小心，小心。不要炸到我了！你马上狙击旁边那个钻土机，要小心。最后，漂亮！这个接关有次数限制的，我们家支数是共用，总共有八支，要小心。哎，不要乱放！你好。干嘛？那就过关。对。可总共有一个大关，有十关要过，最后一关是魔王。收集两个钥匙 ，Ready Go！ 当你收集到所有钥匙时，目标将被打开，所以里面就是炸出钥匙，想办法把它找出来，可以吗？伤心公主，得见比吕，好，说，果然公主是来虐杀。感谢 KT 上赞助，难得伤心公主也回来凑热闹，$4.99，阿里亚多塞巴斯 KT 上。但是挡住画面，我没有办法移动。好 ，OK， 好，捡到钥匙了，还有一只公主，还有一只。哇吼！伤心公主，你玩的时候脚感有 delay 吗？没有哦。嗯，那就没问题。看起来好像不会了。之前有人说那个操控会 delay， 看来是 OK 的。伤心公主目前是用绿宝，不是蓝宝，蓝宝哦，不要炸到我。好 ，OK， 自己炸到自己就尴尬，小心哦。不要怎么，柱子是可以炸的，用掉我的肯定了啦，伤心公主。啊，你要被关厕所了，你小心一点。OK， 我们把它炸出来，找钥匙一下。你怎么一直死？我见比吕说，人家说直接用掌机模式会比较顺，接电视似乎会有点延迟。是没错，但是会延迟。如果我开掌机模式没办法直播，因为它跟 Vita 不一样，你一定得插上主机才可以跑出 TV out。加油加油，小心！哎呀，你怎么都去撞他了？所以嘛，没有啦，没有啦，那什么，然后反应那个有吗？有吗？我这看起来是 OK 的，看不狙了。啊！我被我虐掉了，我天哪！抱歉，伤心公主，抱歉。好尴尬。对啊，到现在还找不到，他怪会一直重生的，所以要想办法炸那个草皮，看他会不会出现钥匙来插一口。你怎么一直撞他？奇怪，我玩《魔剑比吕》，常说夫妻不和，夫妻不和，我们就因为玩了这个游戏之后，可能就吵架。阿维，你一直死掉！我靠！等一下要打真人，快打！这是第一关就过不了。啊 ！Get over！ 完成是一个半事不利啊 ，GG 了，这打不完了。这样子怎么过关呢、啊？过不了了。真人快打练习模式，伤心公主打阿奇当路人装。好，还是你要跟我对战也可以。协力看来你打的哦，钥匙，快去！啊哈哈哈！为什么没有？我会扣珠宝的，我才不扣的，放弃，放弃好像只有你能选的，我没办法选。哦，是啊。是不是？对对。好，佛四四，从一至一开始玩，你先习惯一下好了。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直播一样是轰炸超人，超级轰炸超人哦。然后 party 有我们的派对的伤心公主以及我们库里长，库里长完全不讲话了，去抽烟了是不是？我在，你在哦。只是你完全你有在看吗？还是你在人网？亮晶晶妖怪、欸、很难、欸、说想看 A 阿斯被公主打加一。我用奶宝，你还是用别的颜色好了，都会比较清楚。黑宝，好，那我用跟你不一样颜色，不然你会认不出来。白宝好了 ，OK。Leave it to me。好，再挑战一次。伤心公主要认真了，也不用了，没有也不用认真了。
等一下我不能叫说吼，我都有靠晒我的张金公主，我的串晒的。今天我就吃不完兜着走了。不会啊。啊，不会啊。骗笑，他说不会就是会。小心不要炸到我。哦，小心啦、啊。哦，快挡起来。哇靠。关他厕所，好，关厕所了，关厕所了。帅啊，漂亮，你看我多厉害。是不是欸、这两个玩不见得容易耶，他还会乱开机关，好机歪哦。小心不要去吃他哦。嗯、好，你放你放，过、嗯、来。哎、欸，又被自己炸到，白痴啊你！伤心公主会不会啊？会不会啊？啊？炸掉他！呵呵就是、好，没。三星公主没玩过，先让她练习一下。好，关她厕所。Yeah, OK OK 了。等一下。你还没炸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走进去啊，笨蛋！你这个笨蛋。反正你炸这边就好了。这好像一次只能放一颗哦，真的太危险了。好了，我走旁边，不然等一下要被你打。好，我们会不会一直都卡在地方过不完？会哦，不要闹了，好不好？第二关找钥匙，先全部炸掉再说。先要炸草坪，因为那个怪物打不完，打不完。不要移那么。说归说了，哪有那么容易？等一下，哦，一只一只，好。钥匙在最下面。真的吗？他应该会换位置吧？换位置。不会，小心我的炸弹，我应该想办法炸。哇，好危险！叫走叫走叫走！哎呦，吓死我了！按钮不要乱踩，好可怕！我踩那个 switch 之后，你可以往上走啊。因为我先炸，想办法先把它炸开。那个绿色的按钮啊，怎么了？真的好，那你赶快进去，先炸那个地方。哎呀，你在干什么？哈哈。好，先炸草皮，赶快退。我先躲起来，我想办法逃。走进去。OK。Nothing is impossible. Yeah。下一关搞不好又更复杂。我靠，更复杂。击败所有的人，好，比较单纯的，就是把它炸掉就好了。说归说，哪有那么容易？十只，好不好？十只，打这边，站这边。我觉得他用45度角其实不好看，对不对？不容易看。对，但是他关卡模式好像故意就是要45度角，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设计有点讨厌，不知道能不能调。我看，小心啊，这个穿，这个是穿透弹的，我拿到穿透弹。哦，漂亮。就干掉两个，阿干！为什么要在那边？因为你的炸的位置好远哦，完全看不见。放的时候真的要看一下，没有，大家都威力都变强了。好不赖，双打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啊！台湾游戏的节庆音乐风，真的有哦。嗯，蛮有台湾节庆的感觉。小心哦！哎呦哎呦，快躲起来哦！天哪哦！还有一只给你了，交给你了。它好像是在楼上。看不懂哎，楼上楼上。对，等一下我先炸，你先走开哦。OK。啊，看为什么会炸死我自己？穿透弹哦。我要炸这边哦。好。双打根本就是个错误、啊，快自己走自己走。哎呀。感应有问题。没有感应不是有问题，是走的方向有问题。不要走，不要走过头，因为用类比的摇摆的关系，对，要先把它降低。对，我们讲可以接关了，都已经打到这番田地，反正接关一次十关。好，有了有了，完成你的任务了，有炸到了。Yes, I did it, I did it。看来就是要付钱接关了，没关系。不要付钱。不要付钱，我们会一直打第一关，你打不完的。你打得完吗？你可以吗？一直练第一关就好了。一直练第一关，观众看到会觉得很无聊，一直在第一关呢，是不是？为什么你炸弹那么
这个是降低炸弹的威力的。你看，你如果那个他炸出来是十四个，所以你先躲好。反正他怪物不会用跑的追你，所以小心一点放。哎，干！你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有放啊？那个，那我干嘛躲到那边去？狙击啊！阿克狙击啊！被自己的老婆害死了。有一千多元的礼物，不要浪费观众的抖的钱去接关好吗？那不是付费的挖关卡好吗？那是 get money 的。有1800多点，应该可以一次接十点的话，应该可以接个180次。肯定牛。肯定牛，接一下好了，接关了，这关接一下。继续哦。对啊。我按了哦。按了、啊。他那个不是现金币、啊，那个是游戏币。现金币我拿死的、啊，哎呦，小心一点。我觉得双打跟大家分享，双打要变得有更怎么讲，要更小心了，因为你的伙伴放的位置，你又没提看就被炸到，超危险，直接找炸弹药。我可能要你离我远一点，我再去炸。这个交给我，你打右边那边好了。其实我看不出来那个地形啊。它其实有一点高低差。对啊。现在有。然后你就很难。等一下。哎呦，它会转转的。好，应该就没问题。但是找钥匙，所以。哎呦。不要走过来哦、喔。好。你放一颗，我放一颗，这种感觉来过。好，我放，有点危险。不要怕他，他不会过来的。好。干！快害死啊！谋杀亲夫，不要闹。休息。那怪物杀不了，我要想办法，我们要往上跑。换你。哦，你跑步是火影忍者的跑步法，你还不一样，两只手还往后。好，我感觉好像都是刚刚中午在玩就好了。哦哦哦，好，走吧。我上，你自己想办法活着啊！我上去你就好，你就不要下来，就打他一只。OK 。走开哦！哎呀，我把我的火力好像降低了，这还 OK。Nice， 好，给你，老婆给你，小心点，不要自己放错又没关系，不要炸到自己。哇靠，你现在火力那么强了，吓死我了！不要乱走了，好，草皮再给你炸，有三个钥匙，还没有，先放着。哦，连七。哇塞，应该是在那上面炸起的，这个我来炸好了。你刚被什么炸到了？被我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我慢慢来。哦，又出现一只钥匙了，看最后几只就在这里。好贱的，埋在这种地方。这三个应该就是好，再拿一只就过了就可以了。出现，好，快捡，我来捡好了。OK， 亚莎 ，I did it，yeah，yeah， 好 ，OK， 很难呢，好，更难了，对。这就是慢慢打，把它打掉。然后我们两分一人一边 ，OK 的。那是好。就都把这个赛。为什么你又被自己炸死了？小心你自己的火焰。对。因为你现在火焰知道太强了。我刻意去吃一个变弱的。太假了，接关都被你用完了哦。Let's go， 来，我活着就可以了，撑住，好吗？
发现双打的话，可能火药越小越好，吃的太强有点危险。对对、啊，炸太远，炸不完还炸不死，奇怪。各位朋友 ，OK。慢慢打就可以了。二下，不过这游戏的高低差我真的很难看出来。我有同样的疑问。对啊，看不懂，看一下哦，这边有机关可以打开。这边有个楼梯可以走，真的。这家好像炸不死的，可以吗？小心点。哦，炸死了，过关了，走走走，要下。Nice， 还有四关，五关。哎，不错，现在两个人腹部一搭一唱，越来越顺了。Okay。只要再接个十次就过得了。任务是什么？我刚刚没看。打倒十二只嘛，马上狙狙一只。哎、欸，伤心公主出现奇怪的言论。啊，完了，但是也没关系。阿、啊、干，来救补。啊！干，我差点就要被杀。啊吼！吓死我了。啊吼！老婆，你的火力太强了，我真的是太恐怖了。没有捡。啊、I can't believe it. Oh no! 来救我，来救我！小心，小心！等一下，等一下，那个蟾蜍很讨厌哦，那蟾蜍超讨厌哦，因为它会跳在空中，然后乱跳一通。Kubrick， 说。啊，闭着眼，公猫蛙。OK。下不了这个。火力蛮强的，炸他一下他不死，你炸他一下就死。下面有一只怪，麻烦一路拉下来一下。OK， 交给我了。好 ，Go Go Go Go！ 哎哎哎，过关点还没炸到，找一下找一下。哦有，哎、欸，干我躲在那个诡异的地方。完全看不见。二十，好，一样，十四只，十四只，冲了，冲了，冲了！方方面 ，OK， 来，坐，漂亮。case， 关厕所。OK， 来，伤心公主，我已经搞定四只了。我上去，那个还卡住。我先点。我看不懂第四只。它有楼梯的那个样子，就是有点上坡，那个就是楼梯。要稍微看一下，等下会卡下来。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看也是有点没，有点问号。稍微小心点那个。我现在的爆炸范围我没有办法预测，好恐怖。还有四只。我都被困在这里。我帮你踩。啊！快走！刘备说：“任天堂的 GAME。”哎呦 ！OK。刘备说：“小心哦，该不会是那个新主机的游戏吧 ？”OK。没怕，开始了。还没。
中了中了，被我炸到了，还有一只。No break。说任天堂思琪。就干，我被关起来了，帮我踩一下按钮。好 ，OK。等一下哦。然后炸，对对对，小心，交给你了。过关就由我来。哦，漂亮哦。拿下。哎，过关我走不进去了。要从你那边，从你那边。你看那地形，我真的看不懂哦。高低差不容易看。地形很不清楚。真的。对，这是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哦，第二章。好，今天是我们伤心公主陪各位一起来这个玩一下 Bomberman。稍待，如果大家看对战的话，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我刚刚看了他的 UI， 悲哀了一下，没看到这一款游戏是发在哪一个平台上的。撞哦，说压到了日文界面。哎，中文界面。说徒手。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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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啊，关门走！可以，大丈夫。GG 了，走，看我一只过关。看我一只过关，应该是蛮难的，两把钥匙，撑一下，看起来没有什么怪，应该可以。对，地形超难。哦，一把了。对，它地形的位置做立体真的是，它就做一般的普通的，就是什么，我们对战模式那样就好，我不知道故事模式要做那么斜四十五度角，真的是。把人家搞死了，这几辆马要怎么炸的？对呀，我把它炸掉了，差点压到我自己，吓死我了。钥匙应该就在那附近，等下就炸开。OK， 好。留下。就是角落那一根，干按钮，哦，可以可以到，这个吗？答错了，是要上去，好像要上去。吓吓死！我还有啊，天哪，还有怪的，看这个这个真的妈的考我那个立体感的。空间感啊，好多次啊！啊，卡加，再次机会，接关，继续。元素，好。从刚刚那边看。对对对对对。哎，从刚刚哎，真好哦！付费果然不一样。对，死角都看不到了。那蛮讨厌的。哎，对不起，会拉画面是不是？对，就是会。Okay, 因为你刚刚你踩到那个按钮，它就会关注我，就会走过去的，有没有？对啊，对啊。啊，现在已经关起来，前面那个了，踩那个就会关起来。老年人先，我两个人玩真的就会比较小心了，那个不能乱放。我靠，我也那么强。好，我跟着闪。没有，你要先放啊！我不敢动了，你炸就好了。哎，快闪！你闪错了。哎呦，看这个角度我都看不清楚哎，真的。啊对。哦，你放，你放。我完全不敢放炸弹了，那个太强了。啊，放错，放错，放错。OK OK OK。哎，差一点我中。哦，有钥匙了。要上来。好，过关！啊干，要过关了，你贱他妈的，没踩到！可是，哦，就打魔王关了。新怪。You sure are big. Wanna play？ 别让我杀客。Wait！You're one of the dastardly bombers. Get your hands off my little brother right now. Just
Because you're kind of big. We're not scared of you. 所以那个怪物。出轨敌人，王光来的机器人的超级棒的面。下面那只黄色，我看很蠢的感觉。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你又忍者龟了。你不知道阿克嫂超爱忍者龟的。呀西。好，击败泥人怪，想办法炸到他，但是不要炸到你老公。泥人怪的泥人炸弹很强，会粉碎炸弹兄弟，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哦。所以他会把炸弹打爆。忍者打击，哇，他走好快，我靠！快走，快走，快走！我靠！哇，狗背后！哇，他炸那么远！神鸟啊，神鸟啊！哇哇！哎，可是走过他不会死，碰到他不会死。他要炸被炸弹炸到而死，干我这个跟我笨，没办法，哎，你自己要被自己炸到了，对。他走路不会死吗？他什么意思？他跟他碰到不会死吗？不会死，不会死。对，他被他炸弹炸到会死。对，碰到就会死，刚有试过。哇，看！我看过这个，不是我的手掌吗？他妈的，我放了，想办法。好强哦！你的火力太强了，危险。我太强了。对。梦程度他还闪得过，真的太厉害了。我根本不敢放，我在这边围堵。他什么时候才炸得到他？就知道这款游戏有魔王有多高难度。哎呦，是，哇吼！有没有靠谁哦？中啊，中一发而已，不够。啊，看，等一下。快走快走！哇，碎漂亮 ！A 阿斯嫂的炸弹太强了，距离太远。对，很恐怖哎，他的炸弹会把我害死，所以我尽量不发。我拉怪，我拉怪，没有拉什么怪。找不到他。没有啊！干，我被关热锁了，好强啊！哎呦，干！哎呦，还好有无敌时间，不然我刚刚中招了。打住了！哎呀！这样怎么打？就是想办法炸他而已。我刚上次玩第一关也是快吐血了，他很会闪。那么开始开始，哈，接关接到没半分，哦，快闪快闪！根本完全不敢乱放炸弹。等他停下来之后，完全被自己的炸弹害死。Yes， 超好笑。啊！自杀式攻击方式，我自杀，把它锁起来。你居然用自杀？他关厕所就自关，超帅。所以他也是炸一次就挂了。还有真正的大王，对他要打一个，就是到处可以跑的，要打机器人，小心哦、喔。好，走了。一样。就是放在地上，只是它可以到处走了。那我说它会死。啊，敢会死。OK， 没关系。对，就这样。那你的威力比较强。放个两颗，我就要闪了。哎，不要闪到我这里啊，很危险。打他头，应该是头给他。中哦，都有用了。他的装甲打到也有用。好，睡哦，小心小心！哇哇，还会哭叫超必杀技，哎、欸，小心！让我的火焰小到可惜。换边好了，你去打左边。我靠，你要跑到里面了，很危险。好来，他都一直找你耶。好 ，OK OK， 我来我来。因为你太强，阿干 ，GG 了，看，靠你的三星公主，打哪里啦？头啊，看你还是头啊，小心，对不对？哇，我去，想办法埋在头那里，然后快走，然后不要被那个水电尬到。
后面那个齿轮不知道要不要打，我看它那个黄黄的，但是好像有点尖了。小心哦！哎呦，好像过不去哦！哦，它转向了，它转向了。OK， 所以要转向，打到后面的脚。哎，阿布莱，阿布莱，阿布莱。New break。好，快走，快走。打头刚刚伤心公主炸弹放手边没有效。哇、哦，漂亮。看一下，没有用，好像要打后面那个齿轮。哇，人家这样好点难哦，这一关。哇哦，看来我们又有接关的必要了。快走，继续走。好，唱得好啊，干，不要压到我。再次，再次，再次。好，开始。哎呦，我去，你把引过去，我去炸后面。炸不到啊，炸不到！啊干！哇，好难哦，这个。有有有，他后面也有。哦，好漂亮，都炸到了。好，他头来了，头来了。Yes， 啊干，走过头了，成功靠你了。好 ，OK。嗯，还有还有还有，哦，我的 combo。你怎么两颗哦？我这两颗啊，吃那么多。道具都被你吃掉，好，要重炸了。很简单，他就是要你炸掉四次以后才可以再攻击他的头。我靠，妈的！哎呦！靠，这一我在玩越南大战，疯狂接关的。哦，我去打后面的。走走走走走走。好。你赶快回去。哇塞，你躲在那个位置超恐怖的，这已经看不见了。哦，快快走走走走！啊，他旋转了，好像有一个把他让他引他能够旋转。炸到了，他头在那边，头在那边。这什么鬼位置啊？啊看。OK， 左边，在我这边。但是我的火焰太小了，他、啊、又复活了、啊。说，哇哈哈！哎，阿斯阿来，眼镜长红毛啊！真的，哎呦，才被自己就炸了。这个角度很难下头看这个。真的耶，这角度很容易死，好不好？我靠！大不了已经跑全场了。哦！不要停！不要停！啊！不要留下我一个！啊，我只要维持活着，不要死好了。哇靠！三星公主已经跑一圈了。唐仔说 ：“GG。”好，脚这边由我来炸就可以了。中！让他吃掉了，他吃掉我的炸弹，可恶！用弹炸。看不到我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哦，转过去了，他转过去了。哎呦哎呦，超尴尬、啊，我们人在这里啊。哦，可以穿过去是不是？来得及吗？炸他的头，哎呦，放！哦、快走快走！他又复活了 ，OK。可能要多打几发而已。哇，跑全场了，好厉害啊！三星公主神到现在还没死 ，OK， 那可只有在那边跑路的份啊！漂亮漂亮，小心不要被压到哦！啊，干，我们找到了哥，三星公主加油！我靠，冲啊！把稳住就可以了，稳住就可以了。我们这关王会不会太刁钻了？妈的，我力不强。你怎么没了？我没了，因为刚刚接关我们是共用的，太危险了。那两边的火力如果不一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乱按。好，好，可以打头，头在最右边，最右边。小心哦，那个头不要碰到，碰到还是会死。头掉地上碰到就不要做，会死掉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是最会死。好，再往下走。
哎、欸，啊，看丢复活啦！你看，就打几次啊，天哪！我靠，漂亮的，真的很难呢、欸。小队长，汪汪汪！小队长，你还没有入手、喔，在帮帮面的。我看你在玩萨达的你。那等你来对战呢、欸，现在 BB 在打。哎呀，被踩死了！再次有没有？看，说都没说就接了。好，森林公主认真的。看我不留他、啊、看，危险呗。OK。啊，不对。我要很小，我的火药很小。刚在玩了，等一下不要来连线一下帮帮面？这样还没试过。说，萨尔达罗在吃日文的。不来不来不来。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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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出你的头来，我先放。好，小心。好，死了吧！过了。台币战士万岁！说，那根本就是接关接到爆，这超难的。对啊，四十五教真的很难。好吧，不然就来对战，要不要？小 B 上，我现在有开 PS， 看你要不要进派对可以聊天哦。你开 PS， 然后进到我的派对，然后再开 VU， 耳机只要听 P4 就好了。哎、欸，他比中指。真的、喔？啊？怎么会？我没看到。他说：“去你的！”这样子。对啊。加好，这个世界已经过到三了。我们先回主画面了。有没有跟小 B 对战？都可以。OK。小飞上，安尼我就来开对战一下，好不好？战斗，线上战斗，同意。先开个游戏室试试看。好，那个收看日本大名朋友，大家晚上。我们今天介绍是这个 Nintendo Switch 的超级轰炸超人啊 ，Super Bomberman 2，所以。这个等一下的话，我们即将进行对战的部分。好，建立房间。History 12,642。好友房间。台主安安管理群安，各位观众大家好。Jerry 上空帮哇，四位玩家，回合至三，两回合就好了。两回合时间的话，三分钟。你不要动哦，你有动哦。我没有动啊。OK， 等一下，开始位置是固定，好，固定好了，比较不会压力快。太多奇怪的东西。说，杰里安。压力快要有，复仇车开，特殊能力开。复仇车就是你死掉以后，在外面还可以再害人嘛。对啊，然后到时间到的时候就可以换人。关卡的话。History 12,642。传统的宣传。安安 KT。好，走，你有按吗？嗯。OK。Now it's my turn to shine。小屁上，小屁上你没声呢。小屁有反应吗？我不知道啊，他刚在玩。我家猫妹妹办婚礼，好久没来看台独搞笑。看开玩笑，我今天连老婆都把他扛上来跟我打了。现在目前这个线上有顾妮跟我们伤心公主在我旁边，说他没有要上电视，他只出声音。延长时间是。小皮上，哦，有了。小皮上，你开一下那个好了。好，我们小皮上也来到我们的那个。大家晚安，小屁上的小朋友，晚安，好有礼貌哈、哦。这个阿克叔今天找阿克叔叔的老婆哈、哦、来跟你玩好不好？没有声音，我觉得是怪叔叔不想理你。小屁，你选那个线上对战，然后你选搜寻好友房间自由对战。History 12,642。我老婆的声音。说，
有妹子的声音。有。妹子。小 B 会用吗？想象选手自由对战吗？自由对战，哎，然后自由对战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好友房间搜寻，你搜寻看看有没有。嗯，什么意思？开四人房吗？我开四人房，哎，所以应该按搜寻就可以了。有看到。好，那你就是加入。你我看到了，你应该还有一批可以玩，没有人要玩是不是？就只有你哦、喔。你在忙是不是？那我们先跟 BB， 然后我们一起来打。不要洗。好，小飞上。哎、欸，他一定要四个人才开始吗？应该不用吧。哦，不用不用，开始开始开始。说，真好耶，老婆大人会露脸吗？老婆大人没有露脸，嘿，老婆大人不想露脸，很抱歉哦，他露声音 ，OK。I'll bet you're excited to be facing me. 好，这是我们的小队长跟我们三名公主还有我，开始，好，这个我是白宝，然后三名公主是黑宝。好、哦，小 B 一开始就自杀了吗？小 B， 小 B， 小 B 要怎么做？会有一点点。你儿子在按哦，小朋友在玩的。好，要变成我跟我老婆大作战了。看，要关我厕所，走开。啊，我们开始就爆炸了。对，开始啊，干，快走，还好。想搞我没有？我就恐怖，你不要乱放，好吗？好恐怖！啊，干，自雕，自雕，我快，没有保险，这有龙，超容易自雕的。哎、欸，啊，干，自雕的好机会的。走开啦！啊，干，哎呦，啊，干，啊哈！好，张金公主拿到一颗灯，好，小臂长第二场开始。Let's keep it clean。还有机会哦，还有机会哦。干干干干！好，这个蓝色的是啊，不是没有蓝色，白色的是我，然后绿色是我们的小臂长，黑色是我们伤心公主。OK， 慢慢打，稳稳。History 12642说，哈哈哈，增进夫妻感情好游戏。增进夫妻感情好游戏是吗？快吵起来了！好，这反应有点贵。对，这它网络连线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延迟，所以要小心一点。自己被自己炸死了，好，剩下小 P 跟我了。哇！啊耶！我什么事都没做，你按太多颗了呀！不战而胜，未知不武。我有另外一只手滑呀。你有另外一只，你有另外一只手，小朋友的手，一次放六颗是怎样？嫌炸弹太多呀！手很滑又很好笑哎。对对对。好啊，干嘛干嘛干嘛？又自雕啦，小披上，小披上被。小 B 上他的小朋友在玩的，在闹他。小 B， 你是故意要破坏我们夫妻的感情吗？一直要我们自己在那对战。Yes。好，就算是大哥烧，大哥也毫不留情。OK。哇，我的火力越来越强了。对啊，他一般关卡如果做成这样，就比较容易看，对不对？对。对，那就是要做高低差。对啊。要关厕所，啊干，快走！没有，休想关我厕所。再来啊！好，干没关到，可恶。哎嘿，又是不战而胜。哦，你这个人。
都等别人榨自己，超爽的，努力是有回报，这就是证明。OK， 我、哦、这样可以拿到战胜减速哎，可以洗减速哎，返回房间。那你就叫别人开了，你炸别人，你就拿到减速了。我必须再开一支摇杆出来给你小朋友了。哎呀，你按一下。可是，那我现在要怎么把它判断这两只摇杆？对啊，另外一只摇杆你要让它判断。不用啊，一个账号就可以了。说，你要大到老婆准备会算盘。啊，你是用单只摇杆是不是？那你要是要进设定条件，你现在变成一只而已。对啊。对啊，因为我现在的设定是 virtual 一只，然后主摇杆一只，所以切开应该就可以了。啊、没有用，不用了，这样就是这个。等一下，等一下，按太快了。嗯、被他按了。你要害你爸爸进入战斗了。嗯、yes。好。再次进入。战场，好，一样，绿色是我们小 B， 黑色是三公主，这个不会变哦。白色就是阿克，领主帮个面。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那骷髅头不能吃哦，吃了会睡，会有一个。奇怪的 bug， 让你可能射不出炸弹，或者是会乱放炸弹。小 P 长出现了，哦，两个人在对战哦。赶快我自己先把它乱炸一下，危险！过不去，笨蛋！然后伤心公主 out， 不要吃，不要吃那个茄子。哎呦，啊啊啊！嘎！小难控制，对不对？你过不去，对不对？有一点点滑，因为它的角度八方向，对啊，四方向就会比较单纯。吃鞋子会太快，真的。好，小 P 拿到一个灯，那我用十字剑打，可以。唐仔，好使。黑鸭丝，好使。开什么玩笑？帮分面呢？刚刚输了，刚刚是我们小 P 赢的那一场呢。拳击手套是做什么用的？推炸弹，大家都还不清楚。哦，小飞已经要炸到我这个方向来了。你可以推炸弹很久。对对对。哎呦，哇，好残忍。好，就是要我跟伤心公主要对战的。行，哎，看，看，哎呦！叫到！哎，不要乱打，我操！干掉你，自己炸自己！哈哈！Yes！超帅的哦！哟西 ，I'll bet you're excited to be facing me in battle, huh？ 来来来！好的，拜拜。Boy 20,106。说 ，A 阿斯好奸诈。一般般呐。五九说666。兵不厌诈，智下者。李连杰告诉我们，对不对？相信请看，那个叫什么？同名状。唐仔说666，小 P， 哎呦，去吧，最会的踢皮球公式，去吧，小 P。哎呦！还敢没有关到啊！哎呦！哎呦！去！哎呦！啊！
太过分了，你们哎呦好险！唐仔居然联合来攻击阿克，好恐怖！没错，黑色是阿克找伤心公主，然后。小 P 六六六，小 P 六六六六 ，OK 了。Let's go。好，第三张一样，绿色小 P， 黑色伤心公主，白色阿克。说，伤心公主比较适合互相伤害。伤心公主比较适合互相伤害，就是害人，专门在害人的。但居然自己 老公也毫不留情的把我关厕所炸死，混账东西。OK。被喜欢认真的，没有自己炸死自己的，太贪心。好，马上进入跟小 P 决战的时候。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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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 P 上，阿甘啊，没有没事，撑过了，撑过了。History 12,642。哎，干！哎呦，小 P， 小 P 干！哎呦，干！小兵，哎呦，先躲起来，有个洞。勇往直前，小兵，干他！你白痴了！你白痴了！妈的，渔翁得利，小兵什么事都没干。跟你讲，我就不会玩这个嘛，好。小 V 长得到胜利哦，好好笑哦！小 V， 你另外一次摇杆要设定一下。唐仔，小 V 要玩吗 ？A 阿斯自己炸自己 ，SDB 哈哈。啊？都几点？他要去睡觉了。他要去睡觉了。对，好。小朋友去睡觉了。那我们再玩一场好了。你还要玩吗？说这游戏会配坏友情。OK 嘛哦。好，那就小 V 我跟这个伤心公主。等一下，哦，你有按那个圈圈吗？好。Victory is already in my sight。白宝说：“这游戏会破坏友情。”这游戏超会破坏友情，好不好？还破坏感情，夫妇之间的感情从此破裂。History 12,642。说：“互相伤害的游戏。”We underscore KT。同事多年，同事多年，新仇旧恨。好，小 B 现在选黄宝了，现在是白宝、黑宝跟黄宝。有戏。Who's cooler than me in combat？ 给给给，好 ，battle three 哦。那我们各自都有赢一场哦，这个伤心公主赢一场，我赢一场，小 B 也赢整场哦。有下。We underscore KT。啊，不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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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算总账的时候了。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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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叫到叫到！哎呦哥，好恐怖哦 ！20,160。说。来看看这游戏会不会破坏夫妻感情？自己炸死自己啦！太长了，太贪心，对不对？太长了，危险了。对呀、啊，小兵，妈的，这是我跟小兵对战的。哎呦！啊！哎呦！还好我的火焰不够大。增强我的活力。你干嘛冲过去？然后每个，对呀，就是这样。哎，把小兵，哎呦，小兵活力到什么程度？好，大概知道。关！快走！下！下！下！
对耶，我有人踢炸弹，超漂亮的。说，现在大家都还笑容满面，在半个小时大家都笑不出来。大家会笑不出来。开始不爽，小队长干他妈的，取消你的订没有订阅，取消你的八了，呵呵呵，再耍我，不要这样。说那招厉害，好不好？为什么我听到这里？啊 ，Hello， 那个老郭 ，OK OK， 啊，班长长又进来了，对不对？我老板班长。我听不到别人讲话。听不太清楚，要等我看一下。好。我说，哎，我说，你那麦克风的感应怎么调低一点？我听不到别人。我没办法，因为我现在两个人死了。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我被炸了。你被炸哦。Go easy on me, alright? 好。Go go go go！ 班长好像没办法调的样子哦。对，我现在因为我用强制方式用电视去播，所以我要变，我要重调，要等我一下。对，对，变得放炸弹的时间也不好说啊。对啊，他好像会一点点延迟哦，我觉得有点延迟。嗯，另外很多人说他变得有点，很多人都说这个变成这个角度的时候，那个炸弹。嘿嘿，糟糕了，老婆太不爽了。那个，小弟你说会几倍是不是？我跟你讲，炮弹有，搁哪里都会哪里有。会不容易到自己想要。搁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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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游戏叫，就是你放会输，一不小心几倍一下，所以你必须确定这样到位了，放。然后后来有人就说，就让你搞砸。啊，走错了，反速。360的轰炸超人就是因为这种状况，到最后没有半个人要了。啊！我看到了，这种好好笑哦。这蛮好笑的。哎呦，没中。这种看起来就好衰哦。对呀，啊，慢吞吞的，中毒的中毒的，小队长你好机会。小屁快点把他干掉！才不会让你关厕所呢。小屁，阿干，小屁阿哥都中毒了，你还不快点？好不好？我妈的，我来一个反制剂，我给他一个 CA， 我就死了。现在是可是有 TPGO 的招数呢。踢他！阿哥！啊哈！你要接阿肯，阿肯，踢回去！阿肯到底是哪里得罪老婆？你老婆这么讨厌？阿木来，去吧！阿快，快结束！阿干，去！中毒真的很好虐。JM 22,400 We underscore KT 说，对敌人同情就是对自己残忍。只有小 P 就获胜了，这样可以刷点数了。国建五百点吗？说，感觉炸弹超人观众人数还不错。哎呀，应该换个场景哦。他从选定就不能再改了。对啊，这么烂吗？要重新再开呀。我看一下，因为我在进入等待其他玩家之后，对啊，就会直接回到刚刚对战那个画面。还是我再开一个小兵再进来？阿哥，阿哥，你赢的那一场，该不会是因为你老婆牺牲自己的人来？当然不会啊，老婆也是恨不得把我害死，好不好？会战的东西，小兵我重开一次，然后你再加进来，好不好 ？History 12,642。说，低旅如何人情测量？小弟为什么用这个？We underscore KT 说，好哦，重开一场。哪一个？我听看这个。你经常不用这一招，好不好？你先不要动，你先不要动。对，先要滑。我
开始为你处理，回到两位，时间是五分钟，是不是？嗯。我其实这有的难度很高，会有高低差。三回合，三回合。我刚射三回合了，两回合好了，比较快一点。开，要开，固定，小心能力开。好，这个有光开关的，这应该没有高低差，有高低差就会很痛苦。好，小B你这里再收集一次，这样白宝。高低差很麻烦，调到45度。Now it's my turn to shine。I'm gonna give this all I've got. Do my best. Gosh. Well, 好久没有玩炸弹超人，其实这个感觉还是会回来的。虽然我打得很烂，就是同的互相陷害还是很开心。I'm gonna give it 110%. 好，一样，白宝是我，红黑宝是当公主哦，黄宝就是我们小弟。你喜欢粉红色的吗？我们的黄人，黄人用黄宝很好。不要再模仿海贼王了，看这都会变呢。那机关踩的会变是不是？妈的！它地形会变，地形会变，好奇歪的。又变了，地形又变了，又变了。干你！突然可以挡的变不能挡。哦！差点放炸弹，然后把地卡上住了。但是用主卡到上面去的，那这样是无敌吗？我上下不去啊！要等他下去才有机会打我们，是不是？小披萨啊，干，快走！对，对，卡住了，卡住了，炸不到哦，炸不到，干也炸不到你。这是一种 bug 吗？干，我就跟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嘿，看我上来了，喂，小兵长，你自己一个人慢慢打吧。哈哈哈哈哈！看这个，没有啊，他攻击关会上去，变成在第二层。那我这样炸会炸到哪里？只会炸上面而已。我下来了，下来了。当心公主下去了，我还在上面。那个，这什么鬼设计啊？啊幹我又在上面了，被做掉了。小兵长，你要想办法让我下来，不然你打不赢我的。我可是无敌的。对啊，厉害！关机。OK， 我来了。啊，别打我！先把所有的道具吃完，再把它。对。吃完那个也蛮恐怖的，会搞不清楚。We underscore KT 说，如果有举起炸弹的，就可以制高点攻击了。红酒，哎呦，光卡又变了，你要停在会下来的方块上面啊！那我要上去，就是害人家会要会晕眩，然后去炸他，是不是？快投影，对，对，因为这样我也没有机会上去，看起来我没机会上去。那你踩那个，你不能上去啊？对呀、啊，那这个光卡设计有问题吗？你刚刚有说啥？哦，有点快，补刀，干没补刀，又上来了，干！快没时间了，小兵。我也不想啊。干，干你了，没时间了，干！快踩啊！快！下来决斗吧，好快！啊干！又干你。Underscore KT 说，设计让他停在上面等时间到被压死。刚刚累了，来不来不来，有点累
掉下来以后会晕眩，真的超危险。不是啊，我就是整个在上面打不赢。对啊，在上面会卡住。这关堂不是自己要吃掉啦，伤心公主吃掉啦。What's going on？ 啊靠北！我会吃到传速了。什么状态？啊干！是啊，无言。你还在玩？开别房间。你还在玩？两个自爆，混账的东西！小队长不要太小白，难得赢两场耶。开别的房间，这个房间关卡太烂了。嗯，啊，那关卡设计这一关有点诡异耶，对不对？等一下，全房间，十玩家，先开。应该故意不用动。小樱公主来关好了，被关好了，看起来不知道怎么，反正他都怪怪，这种会滑冰的。花花园。这个好了，看起来好像好一点。是吗？这有中空吗？这个吸磁点应该比较固定，我觉得可以玩。好，小樱可以进来了，试试看。Victory is already in my sights。你要玩最后场了吗？对，最后一场，好，也差不多了。好，我们来打最后一场。哦，今天的台就差不多。Believe in yourself。刚好阿克嫂要去赶稿。没有，要看。你要看美剧好，我再让你有台阶下，你还。我今天就是要看。还要看美剧。我今天就是要看美剧。好了，了不起。对。那可能看巴哈就偷偷上拿两个人玩。哎，怎么用？可以用。就把摇杆拆开啊！高腰，有意义吗？一个人操作方向，一个人攻击，对不对？对啊。可以跟人家小人玩，太好了，感情还真好呢。真的超难的，超难的。这个磁铁会吸那个炸弹，你炸它以后，它就会转向。这请你帮我关那个固光光光卡模式。可是西方向又怎样？他就我只要丢炸弹，他就会吸过去了。等一下看你就知道了。我这被有点炸了。又吃雕了。小队长打这个还打得不错。这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要那个 U 型出现的那个方向才会被吸。蓝色手套的功能是什么？我其实方方面的这 icon 我只认得炸弹跟火焰，还有哎呦干那个，哎呦干小路上，小路上这里还有，然后我干超危险啊！干我被自炸死，我被自炸死。威力太强了，对，是把炸弹打走吗？我不知道哎、欸，小队长蓝色手套是什么？我也忘了。不知道。对啊，我后面对那个其他 icon 我都非常不熟，以前有那一种定时炸弹的，好像那个道具没看到。对战没有那个东西，对战没有引爆器，太悲爆了。对战不会，引爆器长好像是一个爱心，对不对？好像一个爱心，然后有一个爱心，有一个那个啊，他们的引爆器。以前是这样，但是现在是改造的。我要先找小皮查。小皮，哦，小皮闪过。来。他们刚刚为什么把那个溜冰鞋给打掉？因为太快了。哎呦干！我炸死我自己啊！太贪了。伤心公主，你在开心农场吗？自己慢慢的消除，消得很开心，然后小 P 就赢了。Really？ 不战而胜。冲过我，他们就放弃。小 P 说这一局打根本就一点意义都没有，都是你们自己在那边耍。不是说，我只是讲，
那个那个人家就像一个老公的录音的，抱歉，模拟，我没有办法，我本来就以前就不太会打班本的。好，先离开了。好，那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了。小兵带着胜利的满足去睡觉，没错，他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睡觉了。好，那我们今天直播的这个超级轰炸超人就先到这边了。这个多人娱乐的部分，哎呀 ，Internet， 我们今天也有展示跟大家玩给大家看，还不错，但是稍微会有一点 delay 延迟的状况，所以呢，我不知道单机的话，多人玩会不会好一点，因为我还没有正式的测试，所以这个有测试的朋友，可能大家可以把一些意见跟心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我们感谢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参与这个连线的小飞长，还有我们伤心公主，感谢您，谢谢。然后呢，我们的观众朋友说辛苦啦。好，然后感谢我们的这个红酒，还有这个晴光，还有我们的 KD 长，还有我们的国健哈，这个感谢今天 donation 的红酒长，还有 KD 长跟我们的国健，非常感谢你们。谢谢阿可公主，这个我们代替我老婆跟大家说声感谢哈。好，林俊赏跟这个 Kiss Jerry 赏跟曾燕赏，还有 Reader 赏、郭沫奖跟旧赏，还有 D 路赏，还有我们的 Bill 赏阿瑞，今天人很多 ，Total Wee 赏、U O 赏、Old Fit，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日本道明，这个下次直播见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拜拜 ，Des， 晚安，晚安，拜拜，红酒说话，还有都没说话的孤女晚安，哦，有一只怪手。好，拜拜。国健比女。